你们血量这么容易爆开，让我换子弹。我们两个输出打太低啦！哎，不行，我被 bug。 哇，这么准！我觉得还行，主要是我们的坦是欧瑞莎。快一只，快杀人组啊！欧瑞莎加油啊，你一定可以的！哎，莱茵在这里哦，没睡到，没睡到 ，sorry。 左面的我给他到左面，你们要拆一下烧鸡旁。没事，那物资在屁股哦。多谢你帮忙。这边有个安娜，我被断，我躲一下。哦，谢谢。可以。借我盾一下。没事，到了。 门口都在打，我拆掉一颗，还有，然后可能不动。给你的礼物。其他人让开，夺命还在，他在上面。OK。 我等盾没，我现在100趴。 哎，哦，你们呢？哎呦，我睡到那个新兵场，但我也死了。到我这集合。我觉得我该换脚。重新涂装一下。我走了。 我打，我还是先维持安娜好了。练级跟那个都用掉了，练级跟那个都用掉了。跳！哇，他站的地方我没办法踩他。魔鞋在我的掌控之中。 干？怎么还有烧电塔啦？哎，不是啊，我守护士都很好啊，不要换啊。<笑>没有，他跳过去没有人帮他，他一定觉得他哭。没有，他刚走上来的时候没有。然后他跳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后面完全没有人跟啊。谢谢follow。哎，下回，哎干，帮挡一下，帮挡一下。有，挡我帮挡，我帮你挡。 哎呦哎呦！安亚蛋，谢follow，谢follow，夺命弹，夺命弹，仙女降临，九团的都是仙女，最仙的那种。安娜，安弗莱克，安牛奶。哇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我们两个输出可能要换一下，应该就会好一点。我们两个现在输出压不死他们啊。 不然我等一下换巴蒂好了，帮补一点伤害。应该是不用。是吗？我觉得我安娜很容易死，我觉得我需要一个保命技。我去盯那个夺命女，然后你压正面就好了。那但是那个细眉塔，你要真的要。夺命还在，夺命还在。哎呀，帮打一下。他在一楼，他在一楼，他等一下会勾上去哦。